廣府話入面背通常只係做名詞，例如背脊、背面，表示背嘅動作，我哋會講咩，就係咩咯，唔係咩，係呢個咩。例如孭書包就係背書包，孭仔就係背脊背住細路仔，但係孭飛又係乜嘢呢？斯朗受咗傷，今晚皇馬場波要努爾孭飛啦。唔使怕喎，飲咗少少酒啫，開車有乜問題啊？張石文，孭飛先。孭飛呢個詞咧嚟自演藝界，咁大家都知道喺廣府話裏邊咧，飛就係票嘅意思。睇一場演出呢一張票值唔值，就會睇下個主演點樣樣啦。咁所以咧，孭飛實際上咧就係指喺一場演出裏面咧最具有決定性意義嘅人。咁呢一個好壞咧，亦都係取決於呢一個人身上。但係後嚟咧嚇，孭飛亦都係引申到其他嘅領域，亦都可以解釋成為咧負主要責任同埋擔當嘅意思。而家讲话咧，边个八卦咁样？意思咧系话佢咧好管闲事，一般人咧觉得冇咩必要知道嘅事，佢都去打破沙盘就问到底。咁人哋咧就会话佢八卦。八卦咧应该系八卦婆嘅简称，而八卦婆咧，亦都就系我喺三姑六婆里边讲到过嘅嗰种卦姑。咁啊，佢哋咧系凭住古老时代嗰啲八卦知识啊嚟占卦算命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个误解，以为八卦咧就等于迷信。其实咧，只要我哋啊对中国嘅古文化多知道一啲嘢啊，就唔会咁样去讲噶啦。我哋中华民族嘅祖先啊，系靠耕田揾食噶。长期耕田咧，我哋啲祖先啊就积累到一啲点样利用自然界各种关系嘅经验，将呢啲咁嘅经验总结起嚟咧，佢哋就画出一个八卦图，指出自然界性质唔同嘅各种事物啊，互相之间系有相生相克嘅关系嘅咁。好好利用呢啲咁嘅关系，耕种咧就会有好成果，治理社会咧。亦都就会有好成效。嗱，我再强调咁讲一句吓，我哋啲祖先画出个八卦图咧，原本系用嚟指导生产同埋指导治理社会嘅。石头，陈老爷话间屋咧要起到八卦咁，我从来都唔八卦噶嘛，都唔知点帮起间屋好啊！唉，人哋八卦咧就唔系八人嚟嘅是非，系叫你按照五行八卦去起房屋啊嘛！吓，乜呢个八卦唔同嗰个八卦噶？嗱，八卦咧系咁嘅，乾卦对应西北角，五行属金，呢间房咧就适合陈老爷去住；坤卦对应西南方，五行属土，呢间房屋咧就适合陈老太住啦。哇，乜八卦咁复杂噶？我都系唔明啊。石头啊，与其喺度讲咧，不如间屋你帮我起啊吓，我先走先啊。咁但系啊，发明咗一件好嘢咧，系会有唔同嘅人啊喺唔同嘅场合去利用佢噶嘛。枪本来系用嚟保卫国家，咁样嚟制造嘅。但系咧，人哋用枪去打劫，咁你亦就奈佢唔何。咁所以咧，八卦图俾人用去搞迷信活动咧，其他人咧亦都就系无可奈何。嗱，八卦婆咧替人占卦，有时咧会显得好靓噶。啊，点解会咁靓啊？嗱，有巧妙噶。其中一个最紧要嘅巧妙就系佢够晒八卦。此话怎讲啊？唔须知啊，占卦咧无非系对一啲事情做啲预测啫。八卦婆叻就叻在啊，一般人唔系几注意嘅知识佢都有。旧时啊有个笑话咁讲，唉，衰仔起身啦，一日瞓到黑，咪做人咧，做咗猪好过啊。
第时又唔知点教老细俾你啊！真老豆，我实老噶嘛，天卦算命系易过借火啦。等人有客到啊，睇我表演啦，沙神白术。哎，张太，哎，坐喺度，坐喺度。你点知我系张太噶？有啲料到喎、啊。唔知道，我仲知道你啊，由东村过嚟帮老公求医噶嘛。嗱，你攞啲符水翻去俾你老公饮，包保你水到病除。嗯，真系沙神仙啦！多谢神仙打救，我而家攞啲符水翻去啊！多谢多谢。啊，衰仔，果然识食脑啊！哎，不过你算漏咗一样嘢，仲未收佢嘅钱啊！吓、啊，大镬！喂，张太，翻转头啊！喂，啊，听咗呢个古仔啊，你应该谂得到啦。啊，对于占卦嘅人嚟讲，零七八岁嘅生活知识啊，要越多越好。而积累呢啲知识咧，自不然要八卦啲啦，系咪？请注意今日嘅越级挑战题目。如果有人对你讲速速望，唔好两头望啊，佢系要你做乜嘢呢 ？A 俾钱 ，B 量体重 ，C 专心听课 ，D 咁快逃走。在听晚六点前发送三八加答案编号到106635，答中的朋友就有机会得价值300元的丰富奖品了。通过以下网址或者是短信方式向余老师提出问题，都有机会拿到奖品的。越讲越过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